金兰结义嘛。对，为什么要有人拜把兄弟呢？嗯，举个例子来说啊，嗯，拿于谦来说吧。您拿我举例子。于谦的父亲是赵老爷子。对啊，不是，你先等于啊，我姓于，我父亲也得姓于。那个。哪个呀？啊，一个人就一个嘛。他们老爷子，比如说有一天找我来了，嗯，大侄子，大侄子来，咱爷俩探讨一问题。什么问题？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边撞了20多年了。哦，那么长时间。你帮我解释一下。什么问题？我说您说吧，爷们儿。嗯啊，说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灯笼进窟窿。哦，这是什么科学道理？我说这是破灯笼啊。嘿。你爸爸一听，呵，啊，哎呀，困扰我一生的问题解决了。哎呀，我爸让这破灯笼绕他一辈子啊，无以为报。嗯，德刚，咱们拜个把兄弟吧。啊，这就跟你磕头了。就说这种关系，这种特殊情况下会有这种现象。没有特殊情况。徐德亮拜把兄弟跟这个没关系。是吗？啊，昨天他后台跟我说呢，我跟您说。我跟李菁拜了把兄弟了。哦，他们哥俩。李菁啊，就是刚才捧哏这大眼儿。对对对，我跟他拜把兄弟。好、啊，他是我的大哥。哦，我说你干嘛拜他当大哥呢？是，你知道我那嫂子多尊吗？啊，嘿，这心怀不轨。您各位得留神。嗯，逢这样的躲他远点。是的，交朋友嘛，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这话怎么讲？桃园三结义、嗯、刘关张弟兄三人，一个头磕在地上跟亲哥们是一样的，这是榜样。磕完头站起身来，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哎，不对了，不对，红楼梦有这个故事。哪儿啊？您这书都看搅和一块儿了，知道吗？没有吗？没有，那是三国。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隋唐啊，对，瓦岗46友、嗯、贾家楼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是哥们儿了。哦，到后来为了各自的利益拔了香头子。哎，这份情谊没有了，瓦解了，留下千古的话啊。嗯，哎，宁学桃园三结义、嗯、不学瓦岗一炉香，是这么个讲。真正交朋友有很多的说法。还有说法吗？有这么几句古话说得好。怎么说？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得有这托妻献子的交情。还这么一套一套的啊，学问太大了。今天在这儿啊，咱们开一个交朋友的现场传授的会议。您给我们讲一讲，大家要知道知道什么朋友能交，什么朋友不能交。那您说一说，要如浅入深。行，首先说往小处说、啊、日常生活中交朋友您要长住了眼。哦，要看准了人。有这么几路人不能交。您说。第一，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这我没明白啊。啊，抢着坐后头怎么了？你想这道理啊，车来了，有坐前边的有坐后边的啊，可有一样，坐前边的一般都得花钱。哦，给钱方便。10块20块的不值当的。是是啊，人家司机也没有说非得让后边人掏钱。人家干嘛呀？这前面这儿有了就得了。嗯，所以抢着坐后边的心脏。哦，有的人当然了，他有时候也坐前边，是他也坐，他不能总坐后头、哦、也坐前头，也坐前边。嗯，一到地儿了，表上写10块钱，拿钱吧。他掏出50美金来。嚯、哦、是吧。嗯，找钱找钱、哎、这找不了。嗯，后边递过来了，哎，我这有10块钱，得了，用这个吧。有人给了他，拿这个方法。嗯，可也不是很灵。是吗？到地儿掏出50块钱美金，给人。哎，你看这个，这找不开，后边的吧。哎，后边。后边掏出100美金。好嘛，俩鸡贼碰一块儿了吗？这不是，俩坏蛋打一个车，这是。哎、好嘛，您记住了。还有这个上洗浴中心啊，洗完澡穿衣裳慢的人，不能交。这又听着新鲜啊。你想这道理吧。为什么呢？哥儿几个不错，走，咱们洗个澡去吧。还洗去吧。一进门脱衣服，拿手牌上里边洗吧、嗯、有这什么都要啊。对啊，你说这刮痧呀、拔罐子、搓澡啊，嗯，哎，什么小食品啊，青萝卜、水果、果盘，没有要不到的东西啊，全来都要，什么都要。嗯，都齐了，赶等走的时候他穿衣裳就慢。
慢，人家都穿好了，哦，站着等着他。嗯，他一只袜子穿七回，好嘛，穿完了，哎，错了，这是右脚的啊。嗨，袜子还分左右脚啊？这穿好衣裳跟澡堂子里边可站不住，那可不，一脑袋白毛汗，热呀！你快点，我们上外头等你去了。嗯，人家走到那儿，把手牌一交，哦，在柜台这儿把钱就结了。先出去的吗？都是先出去的结账，哦，没有后出去结账，不行吗？十个人洗澡出了九个，啊，结账不？后边那节，哦，后边，后边哪个节，啊？后边光屁股那节，啊，嗨，回来吧，后边一百多光屁股的了。哎，对了，里边有几个穿衣服的呀？所以说，洗澡穿衣裳慢，别教他。哦，这也不行。还有一个，哪个？出去吃饭快结账了，上厕所，这不能教他。这为什么呢？你想啊，这儿吃差不多，汤也完了，他也漱完口，剔完牙了。一看人家服务员要拿账单过来，哦，他站起来奔厕所蹲着去了。哦，啊，等差不多再回来一瞧，哎，怎么你们怎么又结了？废话吗？废话吗？你跟那儿不都结完了吗？你啊，这接手啊，这个办法一个人还可以哦，一块儿这四位都这样就不灵了，是吗？都吃完饭，哥四个都奔厕所了。嗯，一会儿服务员进来了。顿这四位哪位结账？好嘛，追到这儿来了，是不是？这法儿都不灵，是这样。这是简单的道理，嗯，往大处说就深了。嗯，头一个，一跪一见，交情乃现。这怎么讲啊？哎，这个一句两句可是不好说。您也得解释。打一个比方吧。嗯嗯，就说我。哦，您就说我是不是今天说相声的郭德纲了？那您什么身份？家境很窘迫的一个人，穷，父母年迈，哦，身体不好，嗯，媳妇儿长期有病，哎，又下岗了，嗯，孩子上学交不起念书的钱，哦，老少七口人住一间三平米的房子，好嘛，这被子都撑不开呀，啊，站着睡觉，是啊，啊，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哦，就剩四个煤球，哦，舍不得点，没法烧。孩子哭，大人闹，嗯，数九隆冬，屋里边跟冰柜似的。哎呀，太惨了，我有心死去。嗯，上有老，下有小，得养活，怎么办呢？嗯，硬着头皮，我得出去做买卖，还做生意。数九隆冬啊，嗯，我穿着一件棉袄。英名是棉袄，是浑身上下三两棉花啊，光着腿没裤子，嗯，穿着拖鞋，光着脑袋没帽子，哎呀，背着一个书包，哦，里边有两张八二年的晚报啊，推开门往街上一走，嗯，北风呼啸，雨里边夹着雪，哎，几片树叶掉下来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您瞧瞧，走到马路上下午五点半，嗯，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嗯，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那么惨，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嗯嗯，偌大的天下就没有我立锥之地吗？太惨了，我也得活着呀。是啊，顶着风冒着雪往前走，这叫步履蹒跚呢。嗯，把手里这两张报纸拿出来干嘛呀？看报啊。八二年的晚报还卖啊？四人帮倒台了。哎呀，嗨，这是新闻吗？看看新闻吧。嗯，死的心都有。那可不是，往前走，有打对过，你来了。哦，我过来了。你可不是今天说相声的于谦。那我是什么身份？跨国的一个大老板，有钱，大买卖这儿。好，开着一辆十三开门凯迪拉克。我开一火车过来的，德国的机器呀。是啊，那个方向盘我们看着都眼晕。嗯，咱们的方向盘是圆的。对呀，您这方向盘是横的。哦，两边拐下弯来，嗯，纯银打造，嚯，两边这有两个胶皮套，嗯，一开起来，狗骑兔子呀，我开这么一过来的，没好车呀，是吗？好车呀，啊，前面走，后边排气管子都是黑烟呢，啊，办了天津卫都看不见人了，好嘛。交警指着你那车直喊，嗯，孙长老收了神通吧。好，
拿我当妖精了是吗？过猪八戒呢这儿。好，车一停，你看见我了啊？有打窗户瞧见我，你认识我呀？啊，咱们是小时候的同学，他叫发小。门一开，你打里边出来，哦，往这儿一站，金光护体，珠光宝气，怎么那么这样？浑身上下这套西装没40万下不来，那么贵的。腰里这腰带，就这卡子就得15万，糟钱，镶着红宝石，镶着钻石。哎呀，往脸上一瞧，红光满面，是是是，一嘴的大金牙，镶牙，哎呦，把牙都掰了，镶金子的，这不是糟吗？那个牙太大了，嗯，掰下来画上腰肌，扔牌堆里就他个了。好，打麻将呢，这是吧？啊，往这儿一站，嗯，你还认识我吗？问你，人家说话有底气，那是啊，有钱他横，腰里头硬。你还认识我吗？嗯，我可傻了。哎，您说话呀、啊？我知道是小时候同学。啊，你敢说话吗？怎么不敢说话？贫富悬殊差异太大了，有差距。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泥里头啊。嗯嗯，我站在这儿傻了。哦，我不敢说话。嗯，你拿手一指我，是，呵呵，父亲，你先等一会儿。不不不不，哼，什么呀？父亲，你不认识我？我说是不认识了。啊？我叫父亲，像话吗？小的时候一块玩过家家啊，我那会儿老兴。哦，你净演大少爷，嗯、啊，我演你爸爸。嘿，你为了糟践我，管我叫父亲。哎，我就这么糟践人是吗？狠毒啊，这叫知道吗？这还狠毒呢？我知道是你，我说你是你怎么了啊，父亲啊？嗯、啊，行行行，别父亲啊，就是说事儿吧。我是于谦呐、啊。对，谦儿啊，你挺好的、啊，难为你还认识我，是挺忙的是吧？啊，哎，你别这样 啊，你这样弄得我心里挺难受。哦，怎么了，老同学？啊、你怎么乐成这样了？是说话呀。你说话呀，说呀，父亲，对，别叫，我不说话吗？我不说话，不说话我就喊父亲呢。啊，骂我们一骂就说话了呗，哎、我拿爸爸骂人是吗？啊，有钱的人你真猜不透的，你知道吗？哎呀，没有什么可猜不透的，这不能这么叫，知道吗？我把我这经过一说啊，现如今家里情况如何如何，哦、这儿一说完，你受不了了。是啊，哎，傻小子呀，你别管了啊。一伸手掏出支票本来，嚯，什么人带支票本啊？啊，得有钱的人呢、啊。嗯、哦，一伸手打裤兜子里，掏出一杆笔来，是纯金打造。哎呀，这笔尖得有2两多。哟，这杆笔扔着卖30来万、哎，要给我开支票。你写吧，这钱花的都冤。啊，冤住你！哎。二怎么写啊？拿我当文盲了？屁股后边来过戳来，嗯，躺唰撕下来200万，那么些钱拿走。哦，接到手里边我傻了。哎呦，这是真的吗？嗯 嗯啊，刚才我还在18层地狱呢。是啊，现如今我手里拿着200万呢，有钱了。这是做梦吧？我不敢相信呢、啊，是不信。我一伸手，砰！干嘛呀？我把你的手拿过来，嗯，放在我嘴里，咔、嗯！对，是真的、哎。您咬我手看真假呀？你很欣慰。是啊，是真的就好嘛。哎哎，对、啊，是真就好。哎，行行，别晃悠了就。我拿这笔钱回家、嗯、连老带小我活过来了。是是是，我念谁的好？念谁？我念你的好。对，我少一手指头吗、啊、你提那个有意思吗？哎，对，您说这有意思是吧？你喊了半天我了，我都没翻车，你知道吗、哎、对了，你喊我爸爸我也不翻车啊。一跪一见，交情乃见。那么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这还得打个比方。哦，又举例子。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嗯，哎，还得说说咱们吧。就咱们哥俩。你啊，好好好，你不是今天37岁的于谦了、啊、那我这回18岁的大小伙子，小孩儿，哼，大高个儿、啊、
壮，扇子面身材是小伙子帅漂亮啊，嗯，上一天班呢，嗯，下午五点下班，哦，回家洗澡吃口东西，嗯，换换衣服，哎，穿一身白，哦，漂亮啊，精神啊，年轻嘛，嗯，哎，白色的西裤，哦，白皮鞋，嘿，白衬衣，哦，还衬衣都是白的，白衬衣大尖领子，哦，这是学的人家香港人，都实行尖领子，啊，这俩大尖领子，对，尖领子这样，都到胯这儿了，嚯，哦，出去上大街，嗯，帅呀，这还好看，喷了三瓶香水，哎呦，打鼻子一闻跟偷吃羊屎似的，什么味儿啊？上街搞对象去，搞对象啊，嗯，呵，对上谁了？打对过来一姑娘，哦，哎呦，这尊呐，好看，身材相貌，啊，头发模样都好看，哦哦哦，你看上了，喜欢了，大姐，啊，搭个伴儿吧，什么词儿啊？我挺耐你的，啊啊啊，姑娘看看你，啊，你臭不要脸的。啊，老太太呀，嗯，拢了拢这四根头发，嗯，哎呀，这就四根头发呀，啊，头发不是很多啊，嗯，讨厌，哦，臭流氓，嘿，后边追你吧，追追你跑啊，啊，哎呀，跑，啊，跑跑大马路上去，哦，把人家甩了，是蹲在马路当中，嗯，哎哎，可歇会儿，哎，没有好人走的道儿，嗯，哎，打后边来一辆救火的车，救火车，消防队的车，嗯，开的这快，哦，啪，日就过去了，过去了，把你脑袋带走了，哎，脑袋没了，你没理会，大大咧咧，我，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不理会呢，我，哎，嗯，看不见了啊，哦，一摸是大尖领子这空了，啊，哦，当时就明白了。脑袋没了，我拿什么想的呀？我这是啊，这玩意儿是啊，高科技呀，这玩意儿什么高科技呀？这是，啊，我怎么办呢？啊啊，哎，想出一主意，哦，我死了吧？啊，啪，哎，趴那儿就死了。这是我想出的主意，这是，死那儿了，刚死那儿啊，哦，后边这个压道的车就来了啊，嗯，把你身上压过去了。哎呀，司机一看，嗯，哎。倒错了哦，嗯，哎，还回来了，哎，没错，哎，嗯，还是错了，嗯，咱弄清楚了再走好不好啊？压了一个多小时吧，嚯，就为压我来的，这是倍儿平整啊，啊，特别平整啊，嗯，人车也走了，就剩你跟这儿了，嗯，一身白，大尖领子跟地上趴着，哦，没脑袋，外地车来都纳闷儿，嗯，不让右拐直行，哎，嘿。压出一交通标志来啊！简短截说吧，啊，三年过去了啊，那么长时间，拉呼了都拉呼了吗？嗯，啊，嗯，没人当回事儿。三年之后，哦，这天呢，郊区啊，那个农民赶上大车进城送菜，哦，马车停在这个白箭头这儿了。哎，别提这白箭头啊，别说这白箭头，马车呀，放水，哦，马车还放水，马放水，马。您就说马撒尿就行了，给你泡起来了，我拿马尿泡起来的，福尔马林嘛，什么福尔马林啊？我记得跟您有什么仇啊？我这说着多可乐这个啊？什么可乐呀，啊？你记住，只有说相声之间才这么说的可乐，哎，解恨你知道吗？这您解恨了。要压起来了，围，啊，好些人呐，啊！看，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哦，这白不呲咧的啊！啊，箭头险胜了啊！我，哦，我正打着过呀，啊！啊，我说别动，我认识这褂子，认识这衣服，就到胯那吧，这边啊！哎嗨，翻过来，翻过来，嗯，啊，翻口袋，您这不嘛？你看看，这是身份证哦，玉谦啊，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嗯，啊！完事我谢谢各位啊，我请大伙吃面条回来啊，谢谢各位啊！干嘛还请客呀，啊？人大伙帮着把你泡起来了啊！啊，好嘛。剩下的事儿是最为难了，为什么？得给你父亲送信儿去。哦，得报信儿。老头九十的高龄了啊，嗯，九十的人了，嗯，老来丧子，人生大不幸，多惨啊！你父亲从小三岁，嗯，父母双亡，哎呦，38，老伴儿去世了，你看看，到九十了，独生儿子没了，人生三大不幸，嗯，都落到你爸爸身上了。对，
啊，招你惹你了，明儿俩解释吗？交朋友吗？是吧？啊，我得上家送信儿去。您去吧。谁也不去。为什么？你怎么说？啊，90的老头，哎，你儿子死了，光机他也死了，这算谁的？他也回去怎么办？这算谁的？啊，谁也不去。是，到这会儿就瞧出咱们来了。这谁也不顶这雷。我去吧。您来啊。这都办完了，抚恤金拿完了，都办完了，我上家送信儿去吧。哦，到你们家扒窗户一看，啊，哎，叹什么气？我见不了这个。怎么了？真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啊！90岁的老头了，是就剩一个人了。你说这边怎么说呀？喝一杯来，这别喝了。老头心宽呢，这心宽也不能这么宽呢，这个啊，吃饱了喝足了，躺会儿吧，躺会儿吧，躺会儿吧，还睡？睡会儿，一觉醒来下午4点。嗯，哎，你说谦儿怎么着来着？哎，好嘛，刚想起这事儿来，死了。哦，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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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得给国家添麻烦啊！哎，真想的。我说这是人家消防队拿来的抚恤金啊，100块钱，你看看。我就值100块钱。老头看看这个，咱们这算坑害国家呀！啊，这我找50。嘿，还不值100块钱。打这儿起，我负责照顾你父亲。哦，这老头啊，养老送终，顶丧驾灵，一切都是我的事儿。那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哦，就这么讲，交朋友嘛。好，最讲究的得说是托妻献子，这又怎么讲啊？天儿可是太晚了啊，咱们今天就不说了。别不说，我还经常会回到天津来演出。不用，下一次咱们说这事儿啊。没有，别别不不提了。可以，不是你干嘛这留一扣子呀？没有，今儿就说到这儿了。您解释解释。你很喜欢听吗？我想知道啊。啊，你这样的人不多见呢。那怎么？我求知欲强啊！真的啊！啊，我想知道这个。呵，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呀！嗯，什么词儿这是？你都不在乎，我怕什么呀？我啊！我长知识有什么的？我跟你说，这个托妻献子啊，这怎么讲？呵，美死我了！告诉你，哎呀，你先高什么兴啊？我替你美的。是吗？那您说一说。嗯，就不是现在的于谦了。哦，还是以前。75岁高龄、哦、那是我以后啊，相声泰斗老艺术家。好好好，每天在街上那儿说相声。对啊，老艺术家了啊，我还在街上说相声，面向人民嘛，剧场不让进啊。啊，那主要是剧场不让进了 啊, 啊，站在街上给大伙说相声。嗯，哟，这一天说下来 啊, 啊，给多少钱都有。哦，3块的、5块的、10块、8块的，打零钱的都有，这儿很舒服。哦，不为钱多少，有个好身体，这要个心态，是不是啊？嗯，每天在人群里边有一个人看您说相声，老来。哎，这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哦，连看了10天，那么长时间。这天演出结束，他过来了。哦，于先生啦。哦，你讲的相声很好听啦。嗯，你得跟他撑着捧着。哎，我得吧。你是老艺术家。哎，那是。大爷您抬。哎，哎呦呵。我这范儿太老了，我这范儿75了吗、嗯？就那玩意儿了，知道吗？什么玩意儿啊？讲得很好听啦、啊。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呐、啊。您是？我是新加坡的人，华侨，在南洋一带做生意。海外。啊、我有800多亩橡胶林。哎呦，20艘轮船。哎。50个公司啊。大老板。还有7个大银行。是是。我很喜欢听你讲相声。好。我马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是是。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过去。我一块儿。到我那里去讲相声。好。啊，每年的酬劳是1000万美金。每年1000万。一共是5年。5000万，5000万美金。哎呀，但是有一个要求啊，嗯、我只是负担你一个人，我一人去，你不可以带家属。哦，你愿不愿意？是，听这话你傻了？怎么？1年1000万，5年5000万，多多的钱、啊。你到80岁的时候，你拥有5000万，是啊，你花不完就得死。当然了，啊，这是多少钱呢？是是，你都美疯了，你都。啊，哎呀，老爷，老爷。跟人客气吗？啊，我愿意去，愿意去，是愿意去。你想好了、啊，不可以带家属，不可以带家属。这话说到你心腹里了。为什么呢？很为难呢、啊。怎么？老艺术家于先生一生的婚姻不幸福。哦。小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个娃娃亲。哦。那会儿封建社会，嗯、懂什么呀？是给孩子定亲。嗯。小姑娘，小小的，你们就是两口子了。对。那个孩子那年刚5岁。那么小。他懂什么呀？嗯。那个女方才45，是。是46，属马的。这什么属马的呀？啊，太大了，这个是这没法过呀。啊，后来这一生又有2次失败的婚姻，还结过2次，一次是让人家本主给领回去了。啊啊，
还有一个是跟你徒弟结婚了。哎呀，我周围都什么人呢？我这是，你知道吗？啊，一直到75，你这年你认识一个啊，退下来的空姐儿。哎，啊，退下来的空姐儿，漂亮这孙子，知道吗？什么玩意儿啊？讲得很好听啦。嗯，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呐。您是？我是新加坡的人，华侨，在南洋一带做生意，海外。我有800多亩橡胶林，哎呦，20艘轮船，哎，50个公司啊，大老板，还有7个大银行，是是，我很喜欢听你讲相声。好，我马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是是，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过去，我一块儿到我那里去讲相声。好啊，每年的酬劳是1000万美金，每年1000万，一共是5年，5000万，5000万美金。哎呀，但是有一个要求啊，嗯，我只是负担你一个人，我一人去，你不可以带家属。哦，愿不愿意？是，听这话你傻了？怎么？1年1000万，5年5000万，多多的钱啊！你到80岁的时候，你拥有5000万，是啊，你花不完就这次。当然了，啊，这是多少钱呢？是是，你都美疯了，你都啊！哎呀，老爷，老爷，跟人客气吗？啊，我愿意去，愿意去，是愿意去。你想好了，啊，不可以带家属。不可以带家属，这话说到你心腹里了。为什么呢？很为难呢。怎么？老艺术家于先生一生的婚姻不幸福。哦。小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个娃娃亲。哦。那会儿封建社会，嗯，懂什么呀？是。给孩子定亲。嗯。小姑娘、小小子，你们就是两口子了。对。那个孩子那年刚5岁。那么小。他懂什么呀？嗯。那个女方才45，是。是46，属马的。这什么属马的呀？啊，太大了，这个，是这没法过呀。啊，后来这一生又有2次失败的婚姻，还结过2次，一次是让人家本主给领回去了。啊啊，还有一个是跟你徒弟结婚了。哎，啊，我周围都什么人呢？我这是，知道吗？啊，一直到75，你这年你认识一个啊，退下来的空姐儿。哎，啊，退下来的空姐儿，漂亮这孙子，大个儿。好不得了啊，哦哦哦，今天白天刚认识了，嗯，空姐喜欢你的相声啊，是是是，跟你去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哦，啊，今天晚上演出结束，俩人要一块喝顿喜酒，入洞房了，今儿晚上这会儿这老华侨找你，哦，马上就走。哎，你说怎么办？5000万是不能不挣啊。对，可家里怎么办？媳妇儿，这媳妇儿怎么办？嗯 嗯你在中国境内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哦，3亲6故，一个知心人都没有，是是，就剩下我这么一个朋友，你说你这媳妇儿托付给谁呢？那就托付给您吧。托付给我，你乐意吗？您甭客气了啊！我这什么人都没有了，我不托付你，托付谁呀，啊，我？你以为这是好事呢？啊，我担着风险呢。这有什么风险？你说一辈子相声，光相声界你得得罪多少人呢？啊，你走了，大伙儿一复仇，你受得了受不了？嚯，啊，我得罪那么些人，我得帮助你啊！嗯，买张票把你送走了。哦，回头上郊区那儿，我租一个小院儿，干嘛呀？这个地儿必须要偏僻，是别人找不着。为什么？前面是河，后边是埂，左边是井，那边是沟啊！给我媳妇搁炮楼里了啊！我拿车把他送到这儿来，嗯，关上门锁好了，哦，别人不知道，是我得照顾他，等到你回来。哎呀，您还真够朋友，费多的心，嗯，花多少钱不说，你得惦记着。那可不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是是，没事开车我就得去。哦，搬蔬菜、青菜、塑料袋装的肉，哎呀，米、面、油、酱、醋、葱。搁在门口台阶儿，拿出信封来，嗯，里边2000块钱，顺着门缝，哎，打进去。门缝您这送进去多好呀！哎呦，我能进去吗？怎么了？他那个年纪儿，我这个岁数，哦，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有会说的不会听，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哦，您是要脸面的。那是啊，是是是，钱顺门缝扔进去，啪啪啪一砸门，嗯，嫂子，嗯，我走了。哦，走嘞，我走喽，走啦，走啦，走吧。什么毛病？跟我媳妇这满脸跑眉毛的，你这，你跟别人看见吗？别人看见吗？是是，是不是？啊，照顾着还得亲切嘛，是不是？啊，哎呀，过些日子又来了，哦，一筐苹果，一筐梨，是各种食品东西都搁这儿。
信封掏出来，里边5000块钱，又涨了，顺门缝进去，送进去。嘿呀呀，你坑死我了！你怎么了？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又会说的，不会听的，传扬出去，我这个脸往哪儿搁？我得顾全这个。哎，对对对对，您要脸要脸、嗯，一直就忙活着。到年底我又来了，开车到在这儿啊、嗯，往下搬，红果、糖墩儿、酸沫糕、酸枣、奶粉。哎哎草莓，行了行了，杏儿啊，行了行了，喇叭蒜，对对，别往这儿倒腾酸的了啊啊！怎么个意思这是？我哪知道去啊？人家给写了条了，买什么买什么，我得去啊。哦，他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开胃的零食吗？啊，那当然了。哦，就天天就这么花钱的，花钱无计其数。是是，一直等到5年的头上。哦，5年了，你来信儿了。嗯，5000万到手，我回来了。于老艺术家要回来了。好好好，我得送信儿去。对，这回我不能不进去了。对，您得进去。开车到这儿，锁上车。嗯，掏钥匙捅开院门。他有钥匙啊？钥匙扔这儿。嗯，把这褂子脱下来，扔边上。嗯，坐到炕边，倚着那被窝垛。真不客气。哎呀，这日子。腰啊，又酸又疼。哎呦！哎，哎，哎，还喊你了，听见了吗？你媳妇那儿正给孩子喂奶呢。对，都有孩子了。啊，倒杯水就有耳朵没有？嗯，兑点热，兑点热。嗯，哎，嗯，什么意思？我说。嗯。他马上就回来了啊，你说怎么办吧。哎，你媳妇儿女中豪杰是吗？事已至此，我能怎么办吧。啊，他把豁出去，怎么着怎么着呗，是吧。潘金莲的故事我又没看过。啊，什么心眼儿这是？那叫废话啊，那废话，我告诉你，没缺德玩意哦。哎呀，这事闹的讨厌你。正说着，门一开，大儿子进来了。俩呀，最可爱，我最喜欢这你，最爱人了，是吗？进来，爸爸，哎，还叫爸爸，再叫爸爸他妈出人命了，你知道吗？是，我告诉你啊，再过个4-5天吧，嗯，咱家来串门的。哦，这老头啊，大圆脸，长跟包子似的，啊，一箱子都是钱。嗯，你呀、啊。你亏点心啊！啊，你管他叫爸爸，哦，叫对了，爸爸买糖吃，听见了吗？嗯，那小子就不用嘱咐了。怎么？越磕的还不会说话啊？好嘛，都归置完了，拿车被他们家仨都拉回来，嗯，收拾屋子准备好了，上机场接你。屋里点一锅子，叫的菜，你坐在上头，你媳妇坐边上，俩孩子一边一个，我坐在下水手，端酒杯一喝，你不得美吗？美，这朋友你不得交吗？交交交交交你奶奶孙子我。哎，什么人呢？您这是？哎，您看这叫什么事儿啊？你您说这话里话外，您还要这个？我你这个不如我这个，知道吗？哎，我说什么乱七八糟？你干这什么事儿呢？不是你这话可不对啊！怎么不对啊？你同这么些人糟我啊！怎么是我可是一片好心。就你啊？咱们冲灯说话、啊。你冲什么说话也没用、啊。我可不亏心。你还不亏心、啊？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了？你活该你！我受了多少累了啊？指不定为谁、啊。白天我一天一天的我不进去啊！是晚上你还一晚上一晚上不出来呢？你怎么不说呀？你跟我说这有什么用、啊？不，你这个可就不应该了啊！怎么不应该呀、啊！我交朋友图的是什么？你图的是什么？你说一下。我到最后就图一这个。你哎，我一颗心掏出来给你吃了啊！我不在乎、这个。我落这么一下场，什么好心肠变成驴肝肺、啊。你本身就是驴肝肺。我为了你，我容易吗？你跟我说不着。你走的时候都75了，我也不知你这情。你回来都80了，怎么了？你可别跟我喊，我告诉你啊，哎、我谁也不怕。你干这事儿，除了门口那狗，我没怕过别人，你知道吗？啊，这么说的。你要这样说不对了，怎么不对了？你回来都80了，80怎么了？你没孩子。我有理什么事儿啊？你老于家就断了根儿了，跟你没关系。人家家死人打翻爆罐一大家子，你这没人管呢。我也不指着你，你撑死腿上弄俩贴饽饽，喊俩狗把你拉出去，你知道吗？那是我的事儿啊！我为了你，我着急费心，我容易吗？我你为谁呀、啊？我为了你呀、啊！你为谁？我不你这事儿可就不对了、啊，怎么不对呀、啊？我跟你说，那孩子那是我儿子。怎么的？你儿子？那是我的孩子，啊！我怕你法司无后，你80了，
有那个心，你还有那个力吗？您想的还真周到。嗯，你净剩守着5000万，你坐那儿哭了你。啊，我是除了交朋友，我孩子多，我给你俩。啊啊啊！你二话没说，脸打在妈呀！嗨，你那心都搁在嘎吱窝了。哎呀，啊，不，我图什么许的？我是是是，我死在那儿！我哎呀呀，别别别，别站住！别站住！别站住！这看我了，看我了啊！我错了，我错了。拿错了还不行吗？我错，我不，你没有这样的，是我错了。那孩子是我的，我知道，你媳妇生的，哎呀，还一样。感谢各位啊，大伙儿愿意听，我们就多说一点。是，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对，这些个题材都是哪儿来的呢？嗯，都是从民间来的，生活的很多都是真事儿。嗯，那么今天后台有个演员叫李菁。哎，对，要说李菁，李菁是一个很可乐的人。嗯，不光他可乐，他的亲戚，我觉得都可乐。亲戚又找你了？什么叫招呼？不是，您瞧这意思，您别拴对儿啊。啊。介绍一下，李菁有一个表妹。我有表妹，长得漂亮，好看，真好看。是，也就那么高吧？哎，这么高，20多了，好嘛，侏儒，知道吗？穿着高跟鞋，垫着脚，能走到夏利底下去。嘿，递了牌子，整个一个，齁寒碜。嗯，啊，给寒碜搁在车上。啊，忒寒碜了！嗨，门口上夜班的，嗯，都找他要张相片，干嘛呀？壮胆儿。嘿，他那照片贴在门上辟邪，啊，贴在床上避孕。哎，哎呀，您这话太损了，知道吗？嗯，97年香港回归，嗯，区里边出人找他们，干嘛？这闺女一天别让出门啊。为什么英国人看见一犯病再不给了？不至于啊，知道吗？不至于。我们出去演出，李菁还带着他呢。啊，带出去玩去，哪儿都去。哦，带着有回上养猪场去玩去。是啊，一进门人家厂长过来，给这闺女脸上拴一根红线儿。干嘛？怕跟猪掺和了分不出来。哎呀，一个模样了，这都挺寒碜的，你看。这么大了也没人要他，没结婚，谁要他呀？哦，是不是？他也一天到晚的满街上找，谁会娶我呀？我找对象，谁会要我呀？自己找。我嫁给谁呀？哼，没有，嗯，没人要他啊。嗯，那天出去一玩，2天没回来。哟，别人家的闺女说没结婚的那个，2天没回来，给急坏了。是，他这也没事儿，他2天没回来，他爸爸作家也着急。哦，哎。不定谁家小小子又倒霉了啊！替人小小子担心呢，知道吗？啊，走到郊区，月黑风高，哦，来片云彩把月亮挡住了，彻底黑了。打那边来4个流氓，啊，惨无人道的把他侮辱了。嗨，一会儿的功夫，月亮露出来了，这4个一看，嗯，都奔派出所自首去了。啊，就这么大的厉害，就这么好看哦。他一回来，全胡同家家买红粉皮吃面条，哼，上他们家道喜去。干嘛呀？人间自有真情在。哎呀，这是一种福利，是吧？什么福利？打这儿起，他上了瘾了啊！满处问，哎，你知道哪儿还有流氓吗？哎嗨，有打听这个的吗？啊，跑到看守所啊，有人告诉他说，看守所那儿关着净是流氓。是啊。砸人家看守所的大门，嗯，让我进去，嗯，让我进去，是是是，流氓跟里面都喊，让我们出去吧。哎呀，嗨，追着跑啊，这是，啊，都怕这个，嗯嗯嗯，自个儿又打一车，奔那地儿，受侮辱那地儿又去了，哦，等着，这是当初我获得幸福的地方。哎呀呵，不知道好歹了，老天爷要是可怜我，啊，给我几个流氓吧。哎呀。看什么都有，正等着呢，有打那边来辆车，车里边下来俩小子，哦，坏人哟，这是有打
东北那边来一个犯罪团伙集团，三个人，嗯，杀人放火，绑架小孩，无恶不作。哎呀，这个首领在家待着，嗯，这俩小子出来开着车满处找小孩，嗯，拿麻袋套上弄回去了，绑架。这会儿公俩想结个手，嗯，麻袋扔在车底下，转身方便去了。嗯，他一瞧，咦，干嘛？那是个办法啊！什么办法？拿过麻袋，哭嚓就套上了，自己给自己套上了。这俩一回来，哟。什么年头啊，嗯，买卖越来越好干了。是买卖吗？这个这事闹的太好看了。嗯嗯嗯，捆上吧，袋子口捆上了，哦，搭在车上往回一走，嗯，这头正等着呢。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啊，今儿您看看有自投罗网的，啊，带了一个，您看看吧。嗯，这头走到跟前看看，嗯，这头最坏。怎么七岁杀了爹，12岁杀了妈，十五岁自灭满文，太没有人性。嗯，看他看了5分钟，怎么样？眼泪下来了，哭了。大姐，嗯，我想这是一个误会。嘿，这好嘛，这成误会了。人的一生难免要受一些个挫折，嗯，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好吗？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们。哦，我一会儿送他们俩投案自首。嗯，我找个地儿上班去。啊，我这有几个戒指给您。给他了。这兜子钱是昨天我们绑架拿来的。嚯，谢谢你。嗯，大姐，我们一定要改过自新。嘿，表决心。您回去吧。啊，门儿也没有啊。啊，他还不干呢。你们落到我手里了。哎呀，好嘛。咱们四个人结婚。四个人。大姐，嗯，你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哎呀，你可以杀了我，嗯，你不可以侮辱我。哦，我想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桥。是是，有话好商量，你何必说这么绝的话呢？嗯，那不行。嗯，我就跟你们仨结婚。这样，你提个条件吧。嗯，你说，你让我杀个人家也行，怎么都行。哦，你说我。哦，这咱们几人结婚啊？结婚，咱四人结婚，非结婚不可。哎，你这叫啊，哼，逮着蛤蟆钻出团粉来呀！哎呀，什么词儿都想起来了。你过来，嗯，你娶的啊？这掏出枪来，啪！我去，这就死一位呀！好嘛，太厉害了！你看看啊，血淋淋的现实。是是是。你过来，这个把刀掏出来了。你再说啊，你再说啊，我赠你脸血。哎，好嘛，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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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儿你还认识吗？啊，我认识。来车上去，干嘛？来车上去，给他送过去，送过去，送过去。拉到原来地儿，来出来给装车上。啊，这头开着车，是，后边看着他。嗯，来了那地儿，踩刹车。嗯，点根烟，来抽。大姐。下车吧，杀人不过头点地，好嘛，雨过地皮湿，嗯，给我一个重新创造自我的机会吧。你这给愁的，我不啊，我跟你们俩结婚，好嘛，少一位，报应啊！哎呀，全想起来了，哎。我这是报应啊！嗯嗯，现世现报，何等来生啊！嗯嗯嗯，你下车，是我不，哦，我就不走。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小曲儿》，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人来的不少啊！哎，大伙儿来，大家听相声。是说相声的演员也不少啊，后台那儿都光着膀子呢，热呀，热，别着急，慢慢熬着吧。嗯，我许给你们。哦，再过3月准凉爽了。这用你许啊？3月之后我再来，我们所有空调全打开啊，受不了了，凉凉快快的。嗯，有认识我们的，有不认识我们的。对。我们是相声界的两个小学生，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嗯，郭德纲、于谦，我们两位从小就学，干这么些年挺惭愧的，嗯，
除了我们家亲戚没人认识我们啊。是，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这目的不是为了出名，因为我们爱相声。哎，对，有这爱好。当然了，我小的时候不爱相声。哦，小时候不喜欢。哎，你看他打小考曲团。我打小很想上音乐学院。哦，学声乐。特别羡慕人家那个唱外国歌的那个人，美声唱法，留大长头发，来胡子，哦，穿燕尾服，挺一大肚子，嗯，这儿有一板带，哦，呵，人也系板带，这一上场，后边一百来人乐队，哦，大胖鞠一躬，多简单呐啊，多有身份，嗯，下后台，会计等着签字，100块钱到手了啊，也挣不了多少钱。从小我就很羡慕他。哦，我们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哦，那年我才8岁。嗯，天天上人家去。你说来，咱们来来。嗯，人家这儿一弹钢琴，我站在边上，咪咪咪哇，天天练这个，练声，练一年多。嗯，音乐学院招生，我去了。啊，您还真考去了？去了。哦，门口人都犟，光排队的人100来人，人多，等着吧，跟后边。嗯，想当音乐家的人不少啊。嗯。嗯，什么事轮着我呀、啊？等着吧。咪咪咪，等着吧。还练呢，旁边也招生。哦，也人少。处理老师这边也可以，别光瞅着一个门，这边。哦，俩门。哎，这好啊。嗯，我这边吧。对，这边4个人。嗯，站在那儿了，等着吧。一会儿叫号，我就见着这音乐教授，我得很认真的样子。对呀、啊，等着。嗯。一会儿喊我郭德纲进来。哦，进去了。这教授一看这音乐家，怎么呢？小平头。哦，穿中式褂子，圆口便鞋。嗯啊，来了，做好准备了吗？哦，我说教授，我做好准备了。咱们开始吧。好，等着。找半天看屋里没有钢琴呢。哎呦，他拿起小乐器来。什么呀？张嘴啊，嗯、试试你的发音啊。啊、哦，特儿踏踏的令踏令踏令令踏。铃他铃他铃铃他，他铃他铃铃他，咪咪咪，好要你了，好了，嗨，这和尚没和尚就要了，出门一看曲艺团招生，嗨，哎呀，我说我不上行吗？啊，团长把刀抻出来了，门也没有啊，这算逮着一个呀？啊，嗯，太好了，今天我们招了俩了已经啊，嗯，比昨天同期水平翻了一倍，好嘛。才招一个，不学不学退钱。嗯，我还没交钱，废话啊！想走门没有？打折你腿，告诉你啊！好嘛，我说我学吧，那来吧。知道曲艺界都这么客气是吧？这叫客气，跟着一块儿学，嗯，挺受罪，那可不容易。人都说唱京剧不容易，嗯，7年大狱，做7年科，学戏。哦，说相声也这样，可不是吗？这也是过来人，也学过来的。打小挺早，老师起来。练嗓子去，嗯，睡着着的都叫起来于谦他们。对，一大帮孩子出去，基本功。老师带着，站在河边喊嗓子，嗯，他喊的最好，嗨，最好的小班长，下力气。他带着这帮，他头一个，嗯、老爷我的太太哟，嗨，我学勒砖呢，我最好，我喊这个呀、啊，这文武双全，你知道吗？嗨。什么文武双全最好最好啊啊！我后来我也学这个，但我们把这课程就免了，不勒砖了就。学的时候老师说了，学艺不要紧的，嗯，还要注意有艺德。哎，这德很重要。光学台上能力大，到了台下没人理你，完了也不成。多大的艺术家要是没有德，下了场也是臭狗屎。哎，您这话对，是不是啊？对对对，什么最主要？嗯、观众。啊，那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观众主要。对对对，比如说拿我们师哥来说啊，这儿正说相声呢，嗯，家来电话，哦，你爸爸死了，哎，怎么办？怎么办？嗯，那边就一个爸爸，这边这么些个观众，哎，您说说说说连着说啊，啊，这可别是吧？啊，怎么办？管这边管那边。先管这边，先得演出，先说，哎，都说完了再回家料理弄好了，嗯，轰轰苍蝇被老头装袋子里了，都招苍蝇了，你这活大呀，你这个，你这好嘛，演了40来场，你跟这儿啊，嗯嗯，这完事刚料理完回来，正演着呢，又来电话了，母亲去世了，我们家闹重丧呢似的，啊，你看这怎么办呢？这个先演出，演完了再回家，赶紧轰苍蝇弄好了。老两口全招丧，你知道吗？嗯，这是刚完事儿，回来正演着，又来电话了。啊，你大爷又死了，哎，这事闹。
先等会儿吧。啊，我爱吃二大爷。不行了啊，我们家怎么净出这事儿啊？多喜庆啊，这个，这还喜庆呢，这个可乐呀，这个啊，没听说过啊。要出事儿都得出事儿啊。啊，都得出事儿。当然了，光我们家出事儿不成。还有我，您以为呢？我这正演出呢啊，来信儿了，死人了。哎，我师哥于谦死了。我呀。怎么弄啊？这没听说，我马上要出国演出啊，先走吧，啊，过几年回来再管他吧，是吧？甭问呢，以德，以德最主要。这是德呀，以德最主要。哎，对，说相声的人一般来说，像我们这样的都是不挣钱的啊，那是甘于清贫。哎，大腕儿、歌星，人家挣的也多啊，我们这个没人认识，挣不着钱，对，花不了钱。我到今年我都干了20多年，是啊，去年才刚买车，哦，买一巨力，三蹦子呀，啊，都有车，人家都出去，这开着奥迪，啊，开着大奔，哦，我不能丢人呐，啊，我这车反够个儿，够个儿，是，就是冬天冷，没暖气，车楼子里套一炉子，哦，风挡玻璃开一窟窿走烟筒，嚯，后斗拉400块蜂窝煤。能暖和俩月，您这身份啊，有身份啊，您这还不丢人呢，您这有身份啊，为了有事好找我呀，啊，演出的找我的不多，那是就找我拉货的，对，您后面那斗大呀，是不是？所以说说相声的耐得住清贫，哎，耐住寂寞，像我们两个来说，都是因为爱这行，哎，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嗯，拆开了十好几门呢，对。能说单的，能说对儿的，嗯，能说群口的，是会唱板子，都得学啊，会白沙撒字儿，嗯，会太平歌词，哎，啊，会口技，哦，这我不会，没学过，我没他行，他小的时候上学，他们小，他们团有这个，啊，老师说这门功课必须会啊，哦，都得学口技啊，摘几个出来，嗯，有男生有女生，于谦，男生就于谦一个人啊，就我学，这边有几个女生，哦，于谦，你这你算济南组的啊，济南组的，对啊，一扫听北曲济南就是你啊，啊，我没这外号，啊，年头多都忘了，知道吗？什么，啊，没听说过？这都得学，学口技难着呢，啊，学鸡叫怎么办呢？嗯，啊，天天买一堆鸡，坐那儿看着鸡叫，跟着学，哦，还是吃鸡蛋。吃鸡蛋，一天吃10斤鸡蛋，为了学鸡叫，吃一个月咳嗽都跟大名似的。好嘛，甭学了，那就了不起。反正哪门弄精了都不容易。那倒是，而且这里边四门功课当中，这个学是最主要的。学，学说，学唱，嗯，学表演，都得学，都得学。嗯，没有什么东西不用我们学的。对说相声来说，什么都是有用的，都是老师，都是我们的老师。嗯，离着我们最近的就是古曲，哦，曲艺，哎，相声算曲艺范畴之一。对，其中古曲离着我们最近，哎，是不是啊？是是是，各种的古曲非常的多，当然现在很少能听到了。嗯，专业团体倒闭的挺多，演员们纷纷改行。但实际上来说，中国的古曲能够代表传统文化。哎，那是一种，是不是啊？对对对，多好听吗？嗯，拿西河大鼓来说，嗯，我很喜欢西河大鼓。我小的时候经常去听燕桂荣老师。哦，那好啊，西河大叔。嗯，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好，我天天去。哦，后来燕老师很喜欢我。是吗？哎，卖票呢？嗯，这孩子以后别让进了啊。嗯，不让进了。啊，他竟打窗户进来啊。好嘛，啊，要票以后啊，逃票。一看这，我就不去了以后啊。嗯，不去了啊。打击了我一个爱曲艺的人的心。嗯，哎呦，什么心呢？您这燕先生好啊，那当然错，西河大家。嗯，对，但是这个燕派、马派、好派，大伙儿听得多。嗯，西河里边还有一种田派。田派，田荫庭田先生，哦，田连章田先生，嗯，田派西河现如今听到的少了，没有人唱了，继承人不多。嗯，给大伙儿学一段田派西河的唱腔。好，游湖借伞。好，游湖借伞。今儿也没带着弦，要不别学了。啊？您这没准谱可不成。弦本来要来，在家热死了。嗯，好嘛，您就这么素着唱。人生在世，天下有
们就拍啊，咱就为了气气于谦啊。气我干嘛？田派西河里边有很多京韵的东西。哦，京韵的吧，借了很多京韵和京剧的发音吐字，是与众不同。对，西河演员那不容易啊。嗯，长期的在乡村演出，是尤其文革时期，许多西河演员和弦师受到冲击，受打击了。天津有一位西河的名弦师啊，啊，叫王田宇。哦，啊，老先生是个盲人。哦，文革的时候造反派把他弄起来了。嗯，兵帮五四一顿打，说都干了什么亏心事，嗯，都瞧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啊？嗨，他瞎子合眼能瞧见什么呀？失目啊！把弦子给他，嗯，左边唱，唱唱你们都犯什么错了？嗨，哎，是啊，嗯。对不起啊，我给您唱唱我们的罪恶啊，唱吧，我们那个以后好好改造啊。红卫兵小将慢慢的听，我们这些人全都是牛鬼蛇神成了精，我们唱了是了，哦，没了，但是流传下一些个录音来，哦，可以做一些个资料。哎，这是西河大鼓。嗯，不光西河大鼓演员受到冲击，文革时期京东大鼓也同样遭此厄运。京东大鼓啊，京东大鼓最有名的演员叫刘文斌呢。对呀，云遮月的嗓子多好听啊！是是是，特别的好听啊。嗯，表弟是啊，少条。初期也是他，是啊，刚解放都改行，都得说新书，唱新书。嗯，告诉他你啊，不能唱你那个帝王将相了啊，哦，唱点新的吧。新的，刘文斌先生真唱新的了。哦，表弟是啊，地个里个东，嗯，毛主席驾过的金銮殿呐，两行文武对战班，周总理出班忙起奏啊，起奏我主驾听言呐，哎。好嘛，还是老词儿，酒瓶装新酒，就是还是这一套啊，难为他没有文化，是是是啊。刨去这两个来说，京韵大鼓也是相当好听的。对呀，当初的刘宝全先生被称作鼓界大王啊，是是是，早先是刘白章，嗯，后来是刘白闹三派，还有少白，嗯嗯，好听啊，我很喜欢白派唱腔，哦，白派好听啊，白云鹏先生，嗯嗯嗯，传人有严秋霞老师，对，现在一般唱白派都学的是严老师，哦，哎，家传，哦，您家传，我媳妇干这个，哎，这嗨，这是家传吗？这个啊。都说家传家传的吗，哎，就不这么讲，不这么说，不这么讲，您就唱一段吧。啊，白派，白派，有一个孟姜女，很，哎，好听。嗯，这是《西游记》的段子啊。唐三藏是吧？行，没有没有啊，孟姜女可不是《西游记》的段子，是吗？哎，那你记错了，那是啊，我记错了。好听啊，您唱吧。啊，一唱起这味儿了。嗯，风间春秋秦始皇，修筑长城明朝阳，害尽苍生天下苍，独留四海鬼神伤，焚书坑儒凌辱教化，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唯有那范喜良之妻孟姜女
世无双啊！好，哪儿都好，白派现在还有一个新白派。新白派比严老师这还新哦，而且大伙儿都知道家喻户晓哦。白派这个孟姜女新唱很好听，新唱哎，你听过吗？没有，你都听过呀？没有，没听过。孟姜女哭长城，见过绝世谁来听？白派吗？啊，这是京韵大鼓吗？这个白雪啊，白派啊，嗨，没听说过的，这不算是吧？这不是曲团开除的，这都是啊，根本就跟曲团没关系。啊、还有少白派，哎，少白派，白凤鸣先生。对，他唱的腔好听啊，嗯，凡字腔比较多，是吗？老先生去世的早，我认识他的公子，哦，白嘉林先生，对，白凤鸣的儿子，嗯，俩儿子，还有一个叫白嘉黑啊。您感冒了？前两天我还用起来着呢。甭说这个了，少白派的传人，嗯嗯，好听啊，是吗？少白派啊，唱一段三本的官皇对道，多有意思啊！好，官夫子与皇中，嗯，在京。现在听不到了，对，其实呢就是京韵大鼓，但是从唱腔到表演上，嗯，增加了很多幽默的东西，是是，哎，他打鼓的时候最后连脑子一块敲，唱腔有的时候诚心的美板，哦，诚心的坠板，哎，唱的挺有意思，滑稽大鼓。我们后台有位老先生，嗯，张文顺先生，张先生，他的老师架东国就是滑稽大鼓的名家，对对对，就收俩徒弟，一个是张文顺，一个是莫奇，哎，莫先生演双簧的莫奇，对，滑稽大鼓他们俩亲师兄弟，哎，老师呢叫东国，嗯，张文顺呢叫羊肉丸子，哎，莫奇叫粉丝啊，我叫胡子啊，你把他们都做了，这日子口吃点这个挺好啊，挺好听，但是呢流传下来的不多，是是是，老窝窝先生唱过一段醒世金铎，有几句挺有意思的，您学一学，中华一统，嗯，大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这南了北了全都共和呀，哎哎哎呀，依旧团圆民主把江山做，温良恭俭可性情温和，啊，我的旗帜喜呀，总统又和万民齐欢乐，怒之怒奸诈不过他们日本国了，我这爱就是爱呀，天清的皇族性情弱，怕只怕阳光因为那性都开合，喜怒忧思被恐惊了，本来与徒就满道全各乐，是没事把大鼓说说着，这拱身有个老婆呀，单一个味儿，现如今失传了，没人唱了。是是是，流派可以说是古曲里边了不起的了，那是大家啊，五界大王刘宝全呢、啊。对，唱的多好听，嗯，嗓子也高，哎，大西厢就那一句响彻云霄，那也高啊。二八月，哎，就人家这头一二八月呀、啊，啊，多少月？您这闹猫呢，这个。二几月？二八的俏佳人，这这太好了，唱的好。啊，好多三国的段子五段到人家嘴里就不一样，那倒是多好听，赵云接江，嗯，八句诗篇唱出来有味儿，您再学一学，张昭献计呀，妙非常。
非得有驴的嗓子才能唱了这个啊，没听说一般唱不了这，我为唱这段你知吃了多少日子保定驴肉啊，那管用吗？那驴肉火烧你得多吃知道吗、啊、这是八句诗篇，这不错，流派尤其是上板唱快的地方最好听，快板华容道里边哦，后边上板的地儿、嗯、大珠小珠落玉盘，您能往我这儿使啊，形象啊形象啊，什么形象啊，多好听啊啊、嗯！我不言关公把守的华容道，再说曹操从赤壁鏖兵往营而逃，正往前走，有条出路，可笑这个周郎，他的这个计不高，头一笑叫赵云杀了一个好跑，第二笑北张飞这么赶了一个魂魄笑，就往前走，抬头看前边地火焰，焰火数丈高，哦，诸葛亮并没派华容道，他的虚张声势和我曹，我今天定要走华容道，我不上诸葛亮，他的这个计龙老叔把一催，坐下马后跟程昱大将张辽往前行，往天德咕噜咚咚咕噜咚咕噜咚三声炮，跟着地动山有摇，面盔两甲人人勇，这一刀枪放光好，二郎一个个的凶似虎，好似天神降九霄，小巧剪五百小刀手，手握一根大旗空中摇，摇马黑白二员将，将中主帅八尺高，高的八斤秤，秤心甲，甲雷炮，炮九股，古铜机灵放光好，好大矮的昆仑剑，这么简单龙巧招，这么一口冷烟举刀，青龙龙捧口狂，金如龙一把把刀的挂金喉，轰隆隆隆一声响，神鬼都怕敲，呵好，哎呀，字字清楚。没错，得送到观众耳朵里。我认识一朋友，啊，天津朋友，说话还齿音字呢，哦，还有口音，非要唱这段，嗯，太可乐了。这段，我不说关公把守华容道，啊，再说曹操从赤壁捞兵，呵呵，往营而逃，嗯，正往前走，抬头看前边的火焰，怎么那么高？哈哈哦，足。并没派借花用刀，借的虚张声势和我曹往前行，耳听得咕咚咚咕咚咚咕噜咚咕噜咚三声炮，阵地动再就摇，边快亮甲烟烟勇，那剑戟刀枪放光好，天津快板的是我说的，这不是京韵大鼓了，不唱这是啊，现如今还有很多的曲种轻易的听不到了，哦，失传了，比如说东北大鼓很少能听到，这没有人唱了，包括东北的专业团体我去问过，嗯，极少有唱的了，你看东北民间还有唱的，哦，好听，有浓郁的东北风格，好听，您学几句，有一段剑阁闻铃唐明皇一针飞，哦，有意思，学几句东北大鼓啊，叹君王万种的凄凉，千般的悲痛，小凤调，小凤调，哎，就是北京的铁片大鼓，哦，现如今很少能听到了，是是是，有意思，您再学一学，春雨折春金谷天，下马芒夏二叔相连，秋暑薄秋
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不把坟那圆，失去的两家的女儿孙几点，苦命的这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哎哎这衣服穿，绝不该把去了衣衫，将二伯入了殓。临死时落一个赤手空拳，不丁点的小瞎子儿啊，伸不开我两条腿。领家骂心太狠，绝不绝不冷往里边填，还在了荒郊外，这一扔啊就要散。苍天这个缘分啊，露出了木灵光。唱得太惨了，这是北京的铁片大鼓，是是是，还有天津的铁片大鼓，哦，代表人物就得说是王培臣王先生。哎呀，那好啊，唱得好啊，嗯嗯嗯，但是他的唱腔有一特点，你发现了吗？什么特点？虚字很多。什么叫虚字？比如说啊，八月中秋，嗯，这段都听过吧？对呀、啊，啊，人家唱的是八月中秋雁南飞，王先生唱电字儿啊，八月里的这个这个，哦，就这样，啊、这个哪个？嗯、啊，我的这个、啊，他的哪个？虚字儿多，显得俏皮，俏口吗？这么大艺术家，嗯、啊，文革的时候不让唱了，哦，给把笤帚扫地去了，扫地了。这天正扫地，造反派来了，哎，把门过来，把笤帚拿来。吓坏了，哟！要不让扫地，罪过更大呀，要命了！主播，好好扫，您别那什么，别别别，话拿过来，抢过来了，给你。这什么？唱词儿。哦，找这唱词儿，拿你那铁片大鼓啊，嗯，唱唱完了，咱们一块儿出去宣传去啊。哦，还让唱？很高兴，能唱这就了不得了。对呀、啊，对。接过词儿一瞧，嗯，毛主席诗词。哦，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啊，这好啊，唱，赶紧。哎，是我好好唱。嗯，山这个风雨起苍黄，百万那个雄师啊，怎么能够过大江？那笤帚还给我了。感谢各位啊。天气很热，但演员热是应该责分的，嗯，观众呢就不应该了。但是呢咱们剧场条件有限，是可能有的时候空调呢，嗯，达不到您喜欢的那个温度，嗯，没办法，您多包涵，担待吧，是不是？嗯，这个我们呢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嗯嗯，能耐没有，有的是一把子力气，卖力气、啊、这把力气搁在河边卸车就早发财了。干大扛大个儿，后台连老带少好几十口子了，哎，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爱相声爱好。李文山先生住了多远呢、啊嗯、对啊，住了在那个洋房那边，那么远，上张家口比上北京方便多了，靠那边近了，一趟一趟上北京来，嗯，说相声啊，我们很欢迎这外省市的演员，嗯，嗨，给人画到那边去了啊。王文林王先生住回龙观也不近，身体不好，嗯，糖尿，糖尿病，糖尿病，哦，天天很早就得出来，要不车不方便、啊、是啊，是不是？你看这个演出散了赶紧回家打一照，赶紧又出来干嘛？别误了下礼拜五的演出。好嘛，太早了，这个他走着走啊，走着走啊，走着走啊，走着去，是吧？张文顺先生，嗯，最近一直在疗养，在恢复期，病也身体不好，对啊。邢文昭先生，嗯，那老先生也是，是老前辈。刘宝瑞先生入室弟子，你看看他入过室，偷盗啊是怎么？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是吧？老前辈老先生说相声，后台这些人，我有时候问他们，我累不累？嗯，王先生口头是不累，哦，不累，有意思，有点意思，大家观众都知道。王文林王先生就这么累，下来老头都塌了。您辛苦，您累不累？嗯、老头还是乐，嗯，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还这样，喜欢吗？你看看徐德亮，嗯，一天到晚的这儿忙完了上这儿来，家里好些事儿。李菁也是啊，哦，啊，李菁天天跟这儿，其实他上外边干点别的，比这挣钱挣得多。是啊，啊，愿意在这儿说相声，都是爱好，是不是？当然了，有的朋友说了，不太喜欢听相声，哦，坐在这儿有什么意思？我们愿意出去玩去，啊，找一 KTV 喝跳点舞，喝点酒，唱点歌，嗯，上迪厅玩会儿去，嗯，酒吧喝酒是可以，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对，是不是？每人不同的爱好，嗯。现在据说外边兴一种黑灯舞会，你去过吗？什么舞会？你们单位没通知？我们单位通知这干嘛呀？哎，没通知你啊？什么舞会？黑灯舞会。黑灯舞会。嗯，买完票进去，屋里就灯都黑了，没灯。你爱干嘛干嘛，没人管。你没去过？没有。哎，你这孤陋寡闻了啊！啊，这没听说过都，都是吗？啊，你赶明去找着有这地儿。是啊，啊，啊您看有趣的，有趣的。嗯，但这地儿最容易出现误会。误会？你在这儿没有啊？都亮着灯，对脸都看得见。那很清楚、啊，黑灯舞会，一进门就关灯。哦，掉了鞋就算完了，找不着了。干嘛？你鞋掉了啊？就说这意思啊。你保不齐进门换个鞋啊什么的，是吧？嗯。找不着，完丢了，净这个。跳半截舞，来女的，找一男的跳舞，俩人搂着找一旮旯啊，忙活完了，一会儿灯一亮，吓一跳，呀，老公是你啊？两口子呀？也净这个，哦，净这个，有女演员上那跳舞去，黑灯影来一男的找一旮旯，这旮旯忙活完了，一会儿一开灯，呀，导演。啊跳一块儿去啊！工厂的工厂女工，嗯，来跳舞来找一男的，嗯、这旮旯，哦，完事一会儿一开灯，呀，嗯，书记，全认识，合着就这个，嗯，农村妇女来了，找一男的，这旮旯跳、嗯，一会儿灯亮，呀，顺长，啊，嘿，什么人都有，事儿很多，嗯，啊，就我们后台李菁就去过，李菁好这个，慢性子，他好这个，是啊，还弄个头套，弄个装女的，呵，多可恨这人啊！你看看啊。找一男的，俩人搂着，啊，一会儿灯亮了，李菁一瞧，啊，怎么是你呀、啊？谁呀、啊？男的说话了，啊，有点意思，还有意思。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于谦老师，这时候介绍我就要娄子呀。是我很崇拜的一个人呢。是啊，了不起啊。嗯，我心目中就两个偶像。哦，第二个是你，第一个马家爵。您拿我当什么了呢？是我心里了不起的偶像。算了吧，了不起，好些地儿值得我们学习。哦，出手大。哦，是吗？花钱如流水，当然了，人家家里趁。嗨，人家里趁留点钱，他父亲很有钱。是啊，老爷子要活到今年也40多了吧？他生日7月生日啊，我都快40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事闹的，多可乐这事，你看。我看什么呀？你就认了吧，认了吧。我什么我就认了啊？我们老爷子哪儿活到今年快40？不对，32。您往大了说成不成啊？33。您甭这么是客气，一岁一岁的往上涨啊。34。70多了。都70多了。那可不是吗？老爷子70多了啊，家里有钱，年轻时候净叨叨古玩字画，喜欢这个点钱。嗯，能说吗？这是爱好，古玩字画这个。他爸爸这点钱给了他，这是狗烧，知道吗？什么花钱请客吃饭？嗨，不在啊，造钱咱们舍不得他，行啊。就像今儿吧，散了。嗯，后台小孩们都跟着走，里边人做不到，他去堂堂堂花钱。那天也是一散了，曹云金、何玉伟，嗯，还那谁，你跟我走吃饭去。哦，吃饭，带着仨孩子跟他爷儿四个吃饭去，请客有这品儿，爱这个啊。一进门，来来二两啤酒，二两啤酒，分四个杯装啊，听见了吗？来一松花，哦，一个，来松花，嗯，来四个花生米，四，等会儿啊。来仨就行了。好嘛，地下现捡啊，
还大方呢，这个过日子人你知道吗？啊，没听说过，太抽了。洗澡去，啊，带着孩子泡澡去，嗯，一泡泡一天，最爱洗澡，舒服，最爱洗澡，干净，带着饭盒炒饼，澡堂脚坐池子那儿扑棱水，嗯，吃炒饼，一看就是有钱的人。有钱人都坐池子上吃炒饼啊，大半的蒜，哎呀，一遍蒜得吃一遍了，光买蒜就得多少钱呢？都有钱，嗯，吃完了啊，就着池子刷着饭盒，那脏不脏啊？那个坐边上，掏出一苹果来，嗯，哎呦呦，还得洗，哎，一口一洗啊，干净啊。那干净得了吗？那个干净啊，有钱，啊，就是有钱啊。每天晚上吃完饭还得出门干嘛？捡钱去。我花钱都捡来的。老于家有一规定啊，啊，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嚯，太吃完晚饭了，我们嫂子说你去吧，忙去吧，啊，我刷碗啊。哦，这都刷饭盒，不用刷饭盒，白天刷了啊。别提这茬了，行不行？他自个儿出去猫着腰磕着门口，他就住这门口啊。对，住劲松这儿，嗯，出去磕着三环捡，保不齐又掉钱着呢。嗯，怎么今儿还没有啊？低头看人心都坏了啊。不丢钱就算坏了。那天捡着钱了，哦，一出门地上10块钱新票。哦，呵，于谦乐了，你这事儿闹腾。先踩住，踩住了。嗯，这是捡钱的规矩。再蹲下，假装系鞋带。嗯，其实是光着脚出去的，怕背鞋，知道吗？这瞎话说的。也假装蹲下系鞋带。嗯，哎，没踩着，钱在那儿。你瞧，还踩。嗯，又走了。这是眼神儿。嗯，太笨了。一步一步跟着往前走，啊，其实这钱上打着眼儿拴着一根鱼线，哦，有人瞪着，嗨，有一犯罪团伙专门绑架，啊，知道吗？就给拿钱逗的。他其实只要一抬头，就看见这人了，哦，没抬头一直低头啊，跟着走吧，嗯，顺三环往前走，嗯，一直跟到廊坊，哇，跟住好几十里地去啊，上来摁住了，嗯，就好了。有人还说装车上。装车上，上车了。这头说不用不用，费那劲干嘛？啊，一举着钱，这边这边这边，他很听话，拿了。嘿，钱狠子，啊，跟着走。啊，分好了，弄好了，给家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嫂子吓坏了。哦，哎呀，可了不得了，你们绑架他了。绑架？别打他，也别骂他，不就是要钱吗？嗯，我肯定不报警。嗯，你们说要多少钱，我准办到就行了。好，不过丑话说头里边啊，嗯，超过100块钱就撕票吧。啊。有一个传统的节目叫山东二黄，哦，好久没有上演了啊，大约2周没演了。嗯，那是好久没唱，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嗯，这个呢说相声一般都会，是，但每个人唱法不太一样。哦，都不同。原唱是京剧的西皮流水江阳者。嗯，这段是桑园会秋胡戏妻马蹄金。怎么唱呢？好听啊，学一学。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马蹄呀忙，坐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儿好似罗敷女，后影好像我的前方奔当向前，将亲人山东朋友用山东方言演唱，哦，这里边热闹极了，是吗？好听啊，怎么唱？秋婚打马子奔那家的里，熊爷那个路啊，哈子马不停啊，提呀，这眼咋加了拼啊？难度你我的眼色像偏家偏爷偏富偏嘛偏这又偏气，在前方死了别呀，高堂的母在后方死了别呀。我亲们分的别大分离，他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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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这的泪悲滴，大丈夫心也冷啊，不知热心，这三来两句真是
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啦滴哒，咚啦哒啦滴哒。三国战甲勇，手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我们一打一呀大起抬呀，一打一呀大起抬，抬抬一抬一抬抬，抬抬一抬地挺枪。东吴龙哥也坚强，当兵归西，出发也一夜坚打，龙门歇息。他风大，后台的武侠心全忙跑，要防越带督察挑选钻怪在场里，他找到回的家呀，他能不去，他找到他的盔放回调理，像一百来人在呀上院里呀，眼见个这个美大嫂身穿着这个百步袋，那腰系着这个铝罐圈，那个头上编着可金叉，那脚下穿着个小金链，那老出来的紧裤夹照不着当说老半天了，也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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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院里看婴儿好像个裸子女，和婴儿好像心眼儿，他这个啊，三十二十五，卯一卯劲儿，一个
礼拜没睡觉练功啊，17，还不如不毛劲呢。这个外边算卦去，我怎么能考一点考点高分？算卦的告诉他，考试之前吃一根油条，吃俩鸡蛋，这根油条俩鸡蛋100分，真听话，吃完考去了啊，0分。怎么0分啊？先吃了鸡蛋。哎呀，我至于这样吗？我你这个智力，我但凡有这我不用了，你知道吗？我是没法的，这本身我在残联担任一个职务，知道吗？我也得做点好事啊！您把我画的残疾人那多少钱？这智障也多少算？没有啊！我们打小也学这个，也这逗哏也一样。别闹了，你给我量捧一段三国。哎，你等会儿，什么三国？上来以后您说这话茬就不对。干这么些年了，怎么了？我们那还能？我们虽然站这边桌子里头，也没什么那不好的。有利索吧？有利索吧？不对，您这叫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不是，我告诉您啊，您这么着，就冲您今儿这句话啊，我斗一回啊，这不完了吗？我吗？这不是？他没斗过，你们挤着他，你斗过吗？干嘛？我干嘛没斗过呀？什么时候斗过？我认识您这么些年了，您斗过吗？您这记性也不老好的。怎么了？头些日子有没有一回？头一个月斗过没斗过一回？嚯，您还记着呢？这刚一个月我就忘了。走，这可不能怨了你。上月13号延庆，北京延庆演出啊，有一个医药公司上面搞一联谊会，好多呀，这个病人呢，前列腺炎发炎的那个，100多人，现场发药的过程当中，台上有小节目，不能闲着，上北京找演出来啊，不管接不管送不管吃不管住，15天一场，我扣70%的税啊，哎呀。说那么多闲话，还说3分钟，所有病人裤子都湿了。大夫也觉得很纳闷，于谦这个人太利尿了啊！没听说过，这么一回，你还记着呢？不像您说的那样，你这玩意儿闹，你啊，你这干脆你呀、啊，这人说话太损，啊、咱呀也甭废话，甭抬杠啊！你站这边来，我站那边去，咱俩斗一回，我斗一回，有人看吗？你带着家长来的啊？这用得着带家长吗？这个、啊、大伙儿又疼儿疼女心是吧？什么呀？啊、我逗一会儿来了，我给你托付托付，托付吗？各位啊，这是于谦的文啊，明年今天算国庆节，知道吗？从明年开始，今天算他生日，知道吗？大伙儿一会儿可乐也不乐啊，这是这茬，听见吗？啊，咱说几个，我给你托付完了。托付的吗？您这个，你不逗哏吗？你行吗？别闹啊！甭废话，你吃点药。行，先从上场开始来啊！咱从来来，上场门，来，今天呢？给您说一段相声，相声讲究4门功课，对，这是说学逗唱，是是是，这个说就不容易了，怎么呢？嘴里得干净，对，有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就利索，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怎么着？死了，你活的话。顺啊，没法不顺，就换一个，这有什么呀？这个干不了这个、啊，什么干不了？我说这词儿，我说多了是吧？我说这词儿，说多了，行，还是的，少说话，还少说话，别说话，干脆你就别说话，不晓得，来，还是的嘛。今天呢，给您说一段相声，
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这是四门基本功课。一般相声演员啊都是两个人在台上表演，哎，这叫对口相声。一个人演的呢叫单口相声。三个人以上的那就是群口相声了。哎，相声呢也分很多种。哎，有那个平梗的，有贯口。贯。别动啊，你看我没搅和你啊，搭茬都没搭啊，不说话也不对啊，你要死在这儿是怎么的？你这讨厌一句话都不说呀，啊，这一个字都不搭呀，这搭搭搭搭，有前言有后语，我平常捧哏是这么捧的。你来来来，我都教的你，你来，什么教的我？我有来言，你有去啊？这你这怎么回事？也万赖我，咱说一整段吧。哎，行行行，好不好？来来来来，说那个说报菜名。来，行什么东西？来，等会儿，我不搅和，搭茬就是。行啊，今天呢，哎，给您表演一段相声。是啊，这个相声的名字叫做《宝》。您这全在腮帮子上呢。说也不是啊，小子，你说完了我说是吧？你说完了我废话吗？这不是，不是我说完你说吗？来来，这段节目叫做报菜名。哦，啊，由我一个人给您表演。我呀，很长时间呢，跟他都没见着面了。对，啊。这么着吧，啊，我请您。你好，我是祛痘达人丽丽，我已经帮助过上千位网友成功祛痘，还您一张美丽白皙的脸。如果您还在为痘痘而烦恼，现在就加我 QQ 173-771-1272，我来帮您快速轻松祛痘。记得加我 QQ 173-771-1272，快速轻松祛痘哟。自个儿啊，你好，我呀。很长时间呢，跟他都没见着面了。对，啊，这么着吧，啊，我请您吃个便饭。啊，哎哎，兄弟，来呀，来呀，下雨了啊？哪儿啊？下雨了？哪儿下雨了？下雨了？起来吧，摔着我了，摔着我了！您这不是搅和吗？您这，你说你的，好容易弄回根，您这躺下了，您这。不是我狡猾，我一听就知道你不会。怎么不会呀、啊？报菜名，你别闹，那后边有一大段贯口，你哪行去？那烫子我行啊，真假的？直接来啊！来来来，这怕什么？开始躺地下说啊！没有，来，我请您吃饭。哎，我想着扇子，这全想起来了，你这。我请您吃饭，不去，您得去啊！我请您吃饭，您干嘛？得随着你啊！当然了，来，我请您吃饭，好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你别说请我吃啊，你把这菜名说个三样五样的，我知你请客这情了。这是说这么说的啊，没问题。好，我请您吃蒸羊羔，这就吃不了了。吃不了了啊！甭问，你没钱。回来！站！闹！站好了。谢朋友。
么捧哏的，我这不疼死你吗？你得跟着我说，呵，还得跟着你。废话，我要这么给你捧哏，你也逗不乐各位。来，真是的，我告诉你，讨厌您，我好好来，你别搅和我，你别搅和我，来，谁搅和你？搅和我，讨厌，来，有来言有去语，行吗？废话，不摔躺下行吗？啊，不捡扇子行吗？对呀、啊，来，不打乱你，来。我怎么说呀？这说点别的，说点别的，说点事说话不灵。这个你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别着急，辛苦您了，哎，辛苦您了。昨天呢，啊，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不灵。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打门不灵。由里边出来一人，出人不灵。我一看呢，不是外人，俺家没外国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嫂子不嘞？问你呢，说你没在家，没在家不嘞？我就走了不嘞？我呀，啊，走了，走吧。你也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要死是怎么着？你有来言有去语啊，来言去语不能没内容啊！讨厌啊！这就说你不会，什么不会？我要这么捧你也不行，我这么说大伙儿就乐，不可能！来回试试，有这么说相声的吗？站！你谁捧？你来了我就不信这个，你把那扣系上。你先甭包围我这衣服，你这热让观众外看。你也托付啊？废话，刚才给你托付呢。来，换我了啊！不可乐也乐啊！凡事有好处啊！啊，刚才给你也这么托付的，是这么托付的。辛苦您嘞，辛苦辛苦吧。昨天上您家去了，来到家吧。啪一打门呐，打门吗？家里出了一人。出人。哎，瞧这人，那不是别人，你媳妇大嫂子。大嫂子吧。我就问你说你不在家？没在家呗。我就走了。走吧。我一出门啊，碰见你爸。啊。你爸长得跟奥特曼似的。太可乐了！什么可乐？我都替你美得慌，你看。能够。你看大伙乐了吧？你看看。什么乐？这就是能耐，知道吧？我爸长跟奥特曼似的，有这么说话的？对。我要这么说也乐。你说不乐？你说来。这不是，辛苦您了，辛苦您了。昨天我到您家了，我家到家不累。我啪这么一打门呢，打门不累。里边出了一人，出了人不累。是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不累。问您说您不在家，不在不累。我就走了，走了不累。拐弯了，拐弯啊，碰见你爸爸了。不能，我爸爸死了。我碰见你爸爸死了。对，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跟你这玩意儿，对，不行了，来，你这么我也、啊，我说我爸爸死了，你来，你一样啊，来呀、啊，问你知道吗？来，慢，是吧？辛苦了，辛苦吧。哎，坐上家去了。哎，来，啪一打门呢，嗯，里边出来人，嗯，不是别人，是你媳妇大嫂子。因为你没在，我出去，去拐弯，我看见你爸爸了，来，不能。我爸爸也死了。你爸爸也死了？吃饼吃的，是，知道吧？饼什么吃这个？也死了？怎么死了？也死了。不，我不是昨天看见的。什么时候看见的？我上半年看见的。哦，看见半年了。对，我爸爸死6年了。这多讨厌啊！嗯，他爸爸死6年了。哎，死也看见了。嗯，死了也看见了。不是那个。不是不是那那有我说错了，那个你爸死6年了是吧？对呀、啊，你爸爸死了6年了，那就是你叔，我爸没兄弟，你大爷，我爸哥一个，你舅舅，你娘家没人，你姑父没有，你姨父没有，你姐夫哪儿啊？你表姐夫是，你干姥，嗨，你老丈人，这没有那么些干亲，哪儿？你给我找一个，你回家看看冰箱给我翻一个人。
我们家人都冰箱里搁着，床底下你看看，没有，看银行存着了没有啊？三亲六故都没有了，呵，都死绝了。你碰上谁了吧？太狠了啊！嗯，那你给我找一个，哪儿找去？废话，碰上你这样的捧哏，我们还活不活了？对了，碰上你这样逗哏，我们还活不活了？这管那个，你给我找一个，好歹我说你得说有，哦，还得说有，话问谁谁没有那行。你说说有，好好好，我碰见你兄弟了，哦，还真有一兄弟，这不完了吗？啊，碰见我兄弟了，碰你弟弟了，哎，好，嗯，您先等会儿啊，嗯，碰见了，您可得说得出来啊，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碰见就碰见吧，那不成啊，您得说呀，是，碰见了啊，碰见你兄弟了，哎，碰见我兄弟了，挺好看，他什么长相？这个四方大脸呐，三角的，什么呀？这边鼓一包啊，嗯，这看了耳朵也没掉啊，这一脸大麻子没长着啊，有肉就下去了哈，敲尾全点没了，你说他干嘛呀？他三角的脑袋，他谁呀？他鸭蛋圆的扁，板，哎，他哎后脑勺，哎，嗨，我看后脑勺，看一后脸啊，对对，看后脑勺。好，那就甭说模样，光看后事，没看前脸啊。穿的什么？穿一塑料的裙子。谁呀？不是，某拿塑料做裙子的，毛线的裤衩啊，这片大褂，这疙瘩片，哎，哪儿的？那个比基尼啊，什么大褂？他脚，哎，这边一红花，那边哪铁皮带，他谁光着屁股呢？嗨，光着呢！我在澡堂子看见他了。呵，好嘛，没穿衣服，没辙了，跑澡堂子去了。澡堂子啊，那我兄弟是多高身量？六丈七。啊，坐到二楼的阳台上，谁问你的？一尺五，嗯，趴着呢。你说准了，楼上一人来高，三二四，一尺五啊，别不猛，三七二十八四，二六二天地，你想着吧，是吧？我想什么呀？我想，你看这意思多可乐是吧？行了，你呀啊，甭瞎编了，怎么着？你说说啊，多大岁数？七十多。谁呀？旁边那老头啊，没问老头，三岁，嗯，这边这孩子是吧？二有过三十来，我看很猛，他长绍兴。绍兴多大一条，你看这个头发啊，哪脸色儿，我觉着要跟我比，说你大差不多啊，你反他你什么行了、啊、你呀、啊、甭胡编了啊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是有个兄弟，你看怎么样、啊、哎，你碰不见，怎么会呢？我这兄弟啊啊，算是今天才三个月，我说的是你亲兄弟，这就是亲兄弟，一奶同胞的亲哥们儿，那就不对了。今天啊，嗯，后台有意思，怎么？打刚才好多演员都不在计划之内。对，为什么呢？你像何云伟今天就没来，是，孩子闹肚子，有病了，闹肚子怎么办？急得跟什么似的。昨天去天津着凉了，哦，把王月坡找来了，兄弟你受累，月坡也是闹肚子，全闹肚子，月坡也是造成闹肚子着凉了，哦。他是打天津赶回来的，也上天津，也上天津，打天津胡吃海塞，就胖那样。回来道上就在车上听他们念叨，嗯，这肚子拧着疼了，哟，上厕所吧，厕所锁着门，哦，刘先生也闹肚子，好嘛，刘文步闹肚子，啊，流坏水了，好，流坏水了，真厕所，月坡急坏了，啊，你怎么弄的？车厢里边不让拉。多新鲜呢！啊，找列车长去了。啊，有播音室，我能接手吗？播音室出去，不理他根本就想一办法。啊，在车厢里边把裤子吞出来了。啊，拿笔在屁股上画眉毛，画眼睛，画一脸，撩开车窗户，把屁股探到外边去，吐一泻千里。好嘛，车底有人还说了，哎，大胖子吐了。不太一样，是啊，没事，这叫特别奉献哦。在今天头里边叫小帆就说了两回啊，俩叫小帆，他们这么欺负我吗？怎么啊？我总是叫小帆，他们跟我笑啊，跑您了。徐德亮，嗯，李云杰，这孩子都坏了。哦，
知道我今天闹嗓子感冒发烧，使不了这个，还又使不了。嗯，谁说的？哦，您还能来？啊，那好，那好，那好。我没说我能唱。那您前面这铺这么半天，是我说的吗？哎，您那意思就是，你还是让我岳父气的我。好。你们爷俩就甭置气了。叫小潘，嗓子好也能唱，嗓子不好也能唱。哦，也行，一样能唱。那您唱吗？一见公之道领间，我要本宫洗心间，斩立宫门，叫小潘。嘿，好呀，他这棋派的叫小潘。一样，你管他那个去了是吧？没高腔。今天很多朋友打天津又赶回来了，就是让人感动了。哎，对，而且还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啊，头次相见，有新面孔，谢谢您支持我们。对，也有不认识的，嗯，学生叫郭德纲，哎，相声界的小字辈，嗯，于谦老师，没，谈不到老师，啊，没有，没有，没有，干了一辈子了，这时候就一辈子了，要完呢，我是。差不多，什么就差不多呀？反正就是说，干了好些年了吧？哎，干不少年了。没有说您身体不好的意思，不要多想啊，没这意思。您这精神一看就能活到死，我还是要死。是，你看你放心，这个月没事，知道吗？下月就完。不是，我是说，你看后台这么些个得病的啊，这么些得病，你看王月波，嗯，对，川癌啊，川癌呀，这什么癌呀？这是川西癌嘛？是不是？啊，这都是刘文步，你流坏水，仨人一病啊，就是找一春暖宫给他们紧进什么的，好嘛，是来私扣，有病看去，嗯，有病看去，你别耽误着，那倒是，养病如养虎，哦，虎大要伤人，那可不是，一点都不假啊，是不是？没错，现如今医学很发达，嗯，大病小病都能治，能治了，不像过去，嗯，啊，大医院少。老百姓花不起钱，嗯，当然了，我的小病上街上也便宜，啊，街上也能看，头疼脑热，嗯，拔个牙什么的，哎，对，有拔牙的，是不是修脚？哎，是，嗯，街上给仨瓜俩枣就拔了，哎，这就能看，但是这个骗人的居多，哦，有生意，有生意，是吗？这里边有假的，哦，这也有假的，你看着写药到病口，净骗人的，哦，是跟拔牙似的，嗯。那大横幅挂好了，哦，坐在那摆一桌子，嗯，知道吗？那大盘子各种牙都有，各种牙，哎，大的小的，哦，还有这么大的啊？有的牙这么大个，跟麻将盘似的，好嘛，小瓶子、小罐子，嗯，各种的红药沫、白药沫，哦，药膏、药水，还有药啊，花椒面，嗯，葱花、酱油啊，也酱，熬鱼这点佐料吧。这全是佐料的，怎么治啊？太好了，剪子、刀子、斧子，分凿斧锯、大管钳子，路径改过来的，这有拔牙的拔牙，没拔牙打家具都干，没听说过，两个样掺和着，有这个贪便宜的哦，找来了，哎，牙疼，牙疼，牙疼啊，张嘴，一张嘴，真听话，大夫拿一电镀的小钢棍儿，钢棍儿，哎，往嘴里一伸，嗯。霍龙哪个疼？嗯，一霍龙哪个疼？对，放心啊，嗯，找我就行了。哦，疼吗？就怕疼，你放心。嗯，我拔牙不脚疼。哦，不脚疼。嗯，不，拔牙不脚疼。脚疼啊，那是不疼。多缺德呀！啊，拔牙脚疼是吧？废话嘛。多少钱啊？嗯，好，五块。五块，你这五块哪儿就五块？你便宜点，你看。滑线你像小牙还四块，还分大小。你看你这多大个儿？你这个，嗯，画上腰肌扔到排队的就他个儿大。好嘛，比这还大呢。嗯，太贵，五毛行吗？呵，五毛干脆。嗯，来吧，拔了。你看，反正力气活呗，是吧？啊，借五毛钱扔兜里，冲着半斤饼钱有了。啊，吃饭的钱。坐下，坐下，坐下。嗯，来凳子坐好了。您这不给您大躺椅吗？那是理发馆，知道吗？跟理发馆有什么关系？拿一大老虎钳子。嗯，张嘴。哪个？嗯，这个。嗯。
这就蹬上来了。坐下，坐下，好嘛，都给蹬起来了。哎，呵，这，你别跟着我呀！你蹬人家，人不跟着你。你坐住了啊！坐住了。嗨，呵，你是这这走，好嘛，得口袋踩着脑袋。嗯，起钉子这是，我看这也不像拔牙，还得点痦子，痦子这坑人，这怎么也骗人啊？找一个白布，嗯，画一大脑袋，啊对，啊点好些个点儿，是吧？你打着过喊你，嗯，哎，这位，来来来，什么事儿？嗯，脸上这痦子不好，怎么不好？恕我口冷，您说，这痦子克父母，哟。一分钱我给你点了去，花差多少钱啊，这便宜，父母老天健健康康的，好好好好，你搁谁一琢磨一分钱真的假的，反正心里痛快，图个吉利也干啊，往这一坐，嗯，他打给小瓶儿，哦，小瓶里边是白颜色的药膏，哦，有药膏，拿一个红木的骨头签子，哦，拨了出来往脸上给你点，哦，点的时候你可记住了，嗯，刚才说克父母这个，嗯，先不点，留着这个，先点别的，哦，谁脸上找点黑点都有的是，那可不是吗？哎呦，这个不好，这个克子女，哦，哟，这不行，一分钱的事儿啊，啊，点上了，呀，嗯，克兄弟，哟，克姐妹，哟，嗯，克妻子，嚯。可老丈人，可街坊，连街坊都克呀，可卖烤饼的，哎，嗨，那克就克了吧，那个可同学啊，可朋友，可刘文步啊，这留着吧，留着。这个以后你得变色哦，哎呀，这得颜色哦，哎呦嚯，这得拿车闯祸，哎呦呀，这个得拿飞机闯祸，蹦得了那么高吗？这位点吧，啊，点了1400多个，好家伙，这脸小白点儿，嗯，点好了，钱拿过来吧，给钱，钱要过来，掖在兜里边，遛弯去吧，嗯，去遛去吧，转悠去啊。一个小时回来，我还回来，真听话，顶着一脸白米饭出去逛街，好，一脸的白点儿。一个小时回来啊，啊，坐这换药，哦，这就换药了，又拿起一瓶来，嗯，拧开了，红颜色的药膏，哦，又是药膏，拨了掉一个白的，嗯，给你点上一个红的，这就换药了吗？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啊，简单，什么区别？什么东西呢？这药呢？啊。就是咱们刷浆用的大白，哦，这大白呀，哎，多少钱呢？啊，反正是买1毛钱的，够他使一辈子，太便宜。过上水烧好了，嗯，白的这就是这个红的，红的这个里头，它加上硫酸，硫酸呐，对，完全指着硫酸往脸上烧这肉，哎呦，生往下烧啊。可是他很聪明，嗯，他要是先点这红的，这1000多个点不上，对，点一个就疼啊。你想啊，点第3个前2个都冒烟了，嚯，那么厉害啊，是不是？先点白的，把钱要过来，哦，给你换红的。你要说疼不点了，那是你的事儿，这钱可不退。哎，都琢磨透了，一要一个点，不就得点一个，呵，这满脸烟雾腾腾，全冒烟了，夹头吧，夹头吧，啊，这就完了。一个礼拜别洗脸就好了。哦，真挺快，一个礼拜，一个月你也洗不了啊？怎么？愣往下烧肉，这疼啊！一个半月过去，洗完脸一照镜子，看了5天，痦子一个都没有，好了，这脸大麻子呀，好嘛，全烧成那样了，坑人呢。嗯，现如今行了，现在医学很发达，哎，没有治不了的病。哦，这病就都能治了吗？像过去来说，肺结核死人，啊，那是老病，对吧？对，什么这个白喉是都死人了。哎，现如今很多病根本就不叫事儿，都能治了。到医院去，你想象不到的，是吗？想象不到，很简单病，你看到那儿就治好了。是啊，哎，从里到外没有不行的，里外全行，包括这胳膊腿哪儿都行。啊，这四肢都没问题，没有问题。哦，胳膊掉了都行。胳膊掉。
掉了还能治？你看他不信，你看，比如说吧，啊，怎么比如？于谦于老师，拿我举个例子，演出散了，哦，大腕跟别人不一样，啊，有区别。后台呢，有开摩托的，哎，有开金杯的，哦，李京开夏利，是，于老板跟他们一样吗？不一样，都一飞哥，对，我骑自行车。好啊，俩轱辘啊，可不是俩轱辘吗？往前走，嗯，前面路上有一姑娘，哦，女孩也骑自行车，嗯，打后边一瞧，太漂亮了，哦，长头发到后腰上，哼，那小腰就一气儿，嗯，于老师看着爱呢，喜欢，你瞧瞧，看看，瞧瞧正脸啊，长什么模样？哇，下着功夫，兔子都是你孙子。就那么快啊，快呀，啊，我跟前儿不看道了，你脸长得跟孟凡贵似的，哇，您瞧我这劲肺的，吓坏了，嗯，一捏闸，哎，大车上人啪摔地上，哦，这边来辆大卡车，嗯，打你手腕那儿，滋，怎么压过去了，从手这儿，哎，压过去了，哟，周围老百姓吓坏了啊，出事压了流氓了，没听说过，臭流氓压了，不不，这别嚷了，好心人居多呀，那是好心人吗？这个有喊压流氓的吗？打电话吧，啊，一会儿功夫急救车来了，哦，救我来了，车一停，嗯，又打上面下来俩女护士，哦，1米8大高个，哼，青须须的嘴巴，1巴掌宽虎心毛，这是护士吗？这个好看，拧着眉瞪着眼啊，穿一大皮兜子，哦，脚底穿着水鞋，嗯，下来就问哪儿了，亚美芝了，好嘛，啊，这个，嗯，打起来，1、2、3，人，这个扔车上，关门，啊，这送到顺义肉联厂去了吧？是啊，什么叫是嘛？我没去过，我就不知道。这是护士吗？带着我就走了。小护士吗？是护士啊。拉到医院去了。啊，孩子这儿来，登记啊，姓什么？于谦，叫什么？啊啊，都写好了。对呀、啊。男的女的，多大岁数？嗯、啊。什么工作？哦。结婚吗？啊，离婚没有？啊、这。看个病管着这么些事吗？这我都问详细点儿啊！街坊都是干嘛的？啊、好嘛，得过奖没有？几岁戴红领巾啊？这都写上，这管得太宽。啊、孩子这屋来，大夫一瞧，先打针。哦，打针，打一针破伤风针，这倒对，省得感染。是，来了这个床上，嗯，哎呦，好了，有人摁着脑袋，干嘛？跟这儿撅着。嚯，大夫过来把裤腰带给解了，干嘛？这一拖到底。踩一下到地吗得拿圆珠笔啊这干嘛画一个圈干嘛打针的地方这还瞄准嗯打吧画一圈啊嗯然后把这都涂实了费着个劲打开冰柜啊给针拿出来、哦、拿过一大桶那个破伤风针药水哦打完了做好了嗯真的吗？这打完针啊，扶起来做手术。哦，还有手术，因为你的手腕子已经被压坏了啊，手腕叮叮当啷就连着一点筋儿，你看看得给你截肢。哎呦，从这儿切，从这儿切，怕感染呢、啊，这又那也不能太长了，我这个是这还给你换新的呢，哦还换，哎，哎好了，拿绳子都捆好了。哦，有人过来拿手巾捂上你的嘴。干嘛？大夫一回手，冰柜打开了。冰柜，找了做手术的钢锯。钢锯搁冰柜里干嘛？冻着呀，消毒啊。这是带鱼。什么都有。呵，啊，紫泪泪，蓝瓦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好嘛。啊，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嗯，奔你肩膀子就来了。锯，两边都摁好了。嗯，你捂嘴那个，使劲，别让它出声啊。哦。
拎着你的胳膊往后走。哦，走了。后边有倒模室。倒模。做假胳膊地儿。哦。到这儿拿你的胳膊敲门。闲的吗？这不是。门一开。啊。技术主任出来了。怎么着？什么事儿？哦。胳膊一举。啊。你猜。这边都快死了，还猜呢？还。哎。真有这心肠，我告诉你。好着吧。哎。主任接过你的胳膊来看看。嗯，手腕在这儿破了。哦。这戒指是我的。这都骗。甭管了。嗯。拿到后边上仪器。哦。十分钟。怎么？出一条胳膊。假肢。跟你这一模一样，拿手一摸是肉。还没区别。一模一样，然后你原来这个送后边食堂了。这。吃了。一会儿功夫拿过来。上好了有螺丝。哦。哦，这还有螺丝。哎，拧好了。嗯。拿过去一罐的漆。罐罐。哗啦啦。颜色还得找找，不能看不出来啊！打这起这胳膊，这手跟真的一样。哦，就没区别了。你看，你伸手看看，这不，你看一样吗？哎，这就是真的，这个什么叫一样嘛？怎么都行啊！啊，写毛笔字儿，嗯，写毛笔字儿能写，你一样，原来写现在一样写。哦，摊开纸往这一写，是。以上我看过了，全对，于谦啊。这还老师判卷子？我监狱里边。嗨、哎，行了，你就甭说写什么了。弹钢琴。弹琴也行，弹琴呵，弹钢琴打去吧，弹去吧。哦，打字，电脑打字，这不是打字呢，啊，这刻毛豆呢，这不许美化自己啊，是这叫美化呀，老夸自己了，打字有事儿的吗？这键盘搁得近，眼神不好，这太近了，这你练功练气功啊，忙活你呢，你的工作啊都不耽误，是吧？你工作才干这个呢，不是。气功啊，是吧？什么气功啊？这是挺好，嗯，好，都能干。打架不行啊，打架怎么不行？您人家骂你打他吗？打，啪嘴巴，你看你痛快了啊？人家比你还痛快，怎么？人叼你胳膊就跑了？哎，那就甭打了啊！胳膊能好？你这玩意儿多神奇！这没事儿，腿也行啊，打腿、啊。哎呀，一样啊！行啊，那技术是一样的，真的吗？你看你胳膊好了啊，你又出去野去了啊？我也没记性，人家代表。还去出去逛街去啊？哦，看看大好河山。哼，走来走去一样。嗯，这是一什么地儿？大高墙。哦，俩窗户，窗户往外飘水蒸气。哟，拿耳朵一听，哗啦有水的声音，有水声，里边有女的说话。啊，二姐，给我擦擦后脊梁。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吧？干嘛还传说中的呀？想我于谦，嗯、啊，活这么大了，哦，未曾到此地参观过，这是参观的地方吗？啊，这一点是我很不如我的父亲呢。我爸爸干过这事儿 啊？没有啊？看看呢，嗯、啊，看看跟南道堂子一样嘛，是吧？哦，研究嘛，是吧？什么研究啊？往上爬？咦，怎么了？锅炉房？哎，爬错了，那窗户才是呢。好嘛，下来了。一回头站着十个保安，嗯，干什么的？把女澡堂子的，我冤不冤呢？我打啊！都追，拿着大棍子追你，人儿，你跑吧！啊，呼呼着跑啊，跑得这快呀！啊啊啊！兔子都是你儿媳妇儿啊！我们家全是兔子，算是快呀！啊，特别快啊！你这事儿发生的劲松，嗯、啊，三分钟你到公主坟了。嚯、啊，是够快的！上桥。奔机动车逆行了，上逆行，有打对过来一小汽车，哦，拉40吨的那种小汽车，这是小汽车吗？车开到你跟前儿，你真真啊，撞上，眼前一黑，哦，什么都不知道啊，哦，10分钟之后怎么样？你清醒过来了，哦，嗯，没事儿，啊、哦，没撞坏，喝呗，都挺好。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没事儿。刚才明明觉得桥在那儿的嘛，嗯、啊，上这儿这是草地呀、啊，怎么过来的？是啊，我有特异功能。不会，这个事儿叫很奇怪啊。嗯、啊，你们那只脚是谁的？脚？捡过来看看吧。甭看着，都蹦过去了，还看什么呀？这只鞋很像我的这只鞋啊，这鞋带解开了啊，哎，这个袜子也像我的袜子哦，袜子扒了，嗯，呵，就是我的脚，
缺心眼儿吗？这不是？我这个可能就是这只，这甭可能了，就是啊。打电话吧，啊，又来了，车来了，嗯，这俩美女又下来了，甭提这俩美女了，青须须的嘴巴子啊，一巴掌宽虎心毛，呵，皮兜子啊，大水鞋，哪儿了？好，您听这声，一看是你认识啊，手盘上头就是他啊，好嘛，一二三，人又扔进去了，关上门，啊。走了走了，嗯，十分钟马上就回来了，怎么回来了？那脚忘拿了，嗨，干什么来了他们？去吧，到医院先填单子吧，又填单子，姓什么姓于，叫什么于谦，登记多大岁数，嗯，男的女的，结婚了没有啊，离婚了没有，这大夫都没记性吗？这有外遇没有，全问街坊都是干嘛的啊，几岁戴红领巾啊，这都弄清楚了，都写着，写完了啊，抬在里边去，大夫乐了，啊，又是你啊，来吧，都熟了，来打针吧，啊，哎，好了，褪下裤子来，嗯，这套动作就甭要了，这干嘛？画个圈，啊，还画圈，哎，嗯，拿过针来，嗯，啪，这回多着了，好嘛，飞过来的，针跟这立着，啊，大夫过来。推药水，嗯，往外拔，没事啊，不要紧的，啊，不就绞掉了吗？对，是截肢做新的，对，打这打大胯那儿切啊，脚坏了，打大胯这儿切，怕感染吗？啊，躺好了，打大腿根切，哦，一个人不行，得换大锯，哇，大的俩那个，嗯，那是一个，这是一个，哦，来回拉，打兴安岭上下来的这俩，一拉呵，拉差不多，大夫过来，别动了，差不多，咔。还是踩蛇的吗？这个，大姐们，嗯，挺好，拿号去吧。对，到了门市，嗯，那你这噔噔，踹门，嗯，开门，讨厌这人 啊！进来，这鞋袜都脱了，上秤腰完了，哦，拿仪器弄，一会儿跟我出条新腿，嗯，你这个送到金华那边做火腿去了，什么都能做，可哎，新的来了，啊，按好了，上螺丝，又上螺丝，找颜色，哎，这瓶儿晃悠晃了，嘎啦啦。老带响，啊，找颜色一模一样，啊，这又做成了，好了，治好了，上台阶行吗？这没问题，跟好人一样，早晨起来慢跑，跑步也行，那都行，而且这次你了不起了，怎么了？你这回防身有工具了，防身，有人跟你打架，你把大腿摘下来抽他，那，哎，人跑我怎么追呀？这你砍他呀，你砍他呀，拿腿砍啊，砍他呀，这踢后脑勺多厉害的，好嘛，踢不了那么高，平常是不是？嗯，再有一个小麻烦，怎么麻烦了？这个要上飞机差点，怎么呢？你这算凶器，得托运，腿托运，办托运，你碰着上飞机，啊，下来再领行李那领你的腿，啊，太麻烦了，这个没甭说这个，啊，脑袋也一样了，头啊能行吗？呵，高科技呀，这行啊，高科技，脑袋，你腿也好了，胳膊也好了，你出去野去吧，是吧？我怎么老出去呀，啊？我跟家待不住啊，闲的吗？这不是闲的，出去玩去吧，是吧？啊，打对过来大姑娘，我这尊呐，我这眉都倒在这大姑娘身上，好看呐，啊，真好看。啊，你站出人家，嗨，啊 ，hello， 嗯，没话搭了话，那姑娘看看你，你有病啊你？啊，还是外地？你舌头腰了你啊？嗯，啊，瞪瞪你，拿手捋了捋这四根头发。四根头发，姑娘，来的时候是五根，掉一根，好嘛，再待一会儿改王文林了啊，太好了，你得意这个什么得意这个？跟这个姑娘出去，你这算行为艺术知道吗？什么行为艺术这是？啊，姑娘骂你，你跑吧，啊，哦，人家追你就跑，哦，穿大街越小巷，嗯，转吧，在胡同里边转半天累了，哦，找一台阶坐那歇会儿，喘气儿，哎，太累了，嗯。哦，这是热了，这不是累了，知道吗？怎么这狗是怎么着？歇会儿吧。啊，正歇着呢，后边修房哦，掉下点小玩意儿了。怎么？一千斤一个钢筋水泥的大坨子，这叫小玩意儿？啪！哦，掉脑袋上了。哦，万幸了，没事儿，把脑袋砸进去了。这是万幸吗？我还纳闷呢。啊，哎，天怎么黑了？我为什么看不到了呢？我这反应慢点了吧，我为什么能看到我的胃呢？
全看见了里头。好奇怪啊！啊，太搞笑了。嗯，你看手一摸，坏了，怎么这脸怎么这么粗啊？又是钢筋又是水泥的。啊，一低头咕噜噜掉地下了。哟，一摸领子上头就是你这秀脑门啊。哦，这就没什么了。知道了，拍进去了。嗯，喊吧。甭学了，甭学了，这在腔子里。洪亮，洪亮也出不来什么声了，这个。又来了，车来了。哦，打开门，蹭蹭下俩姑娘。哦，呵，武校刚毕业，一米七大高个，长发披肩，牛毛厚实，穿超短裙才到这，真好看啊！你看吧，啊、看。这我还看得见吗？这个。开了看，您把我脑袋都弄腔子了，您让我怎么看呢？这个多好看呢！啊，来着你，您来着车上来不动啊，俺小姑娘来动你呀？是，哎呦，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给刑警队打电话，哦，叫俩警犬来，啊，买俩贴饽饽拴你脚上，嗯，让警犬把你拉上车。好嘛，我狗给蹬过去的。哦，又走了。到医院，填表，姓什么叫什么，啊，多大岁数，见过什么，都写清楚了。老应该记住了，这个砸没了，看不出来是你了。好嘛，从前从前填一遍吧，啊，褪下裤子来，画一圈，拿过针头来，哎，好嘛，踩住了啊，这套，赶紧锯脑袋，哦，没问题，锯脑袋，一样样，哦，先拿撬棍打脖子进去，腾撬出来，哦，拿个小锯来，顺着一抓头。哦，弄起来倒模换一脑袋，打这起你算是好了，死了，那还不死？